哎，讲到那边没有掌声吗？好，刚刚我们的这个主记者欢迎龙龙啊，好，他主要的是针对我们今年的所收成的农作物，当我们要迈入我们的季节的时候，我们会去我们有一棵树叫叶子的阿巴克，他刚刚手上买的就是我们当年到我们这个部落。猎人有猎人的那个长辈，他的神杖插在我们部落的沼泽地，然后插就茂密的长出竹叶。他每一年的黑米季倒不是慢，把他的叶子摘下来，然后到我们的谷仓里面做一些感谢祖灵感谢神明的一个动作。当进入到我们黑米季的节气，巫师就是要为我们部落消灾祈福。来，巫师 ，music。来，我们音控。科长，你帮忙看。